三星将于北京时间2月21日凌晨3点在旧金山举办 Galaxy 10周年发布会。 S10 系列和可折叠预量产机将同步亮相，但发布会未开。国外爆料人 Max Linebach 就爆出一批有关 S10 系列详细配置的消息，下面是爆料信息。 S10 LTE 5.8 寸采用侧面指纹，4+128GB 1200万像素， F1.5 2.4 可变光圈主摄1600万像素，178度超广角光学防抖镜头。 S10 6.1 寸采用屏内超声波指纹，6+128GB 6+256GB 1200万像素， F1.5 2.4 可变光圈主摄1600万像素，178度超广角光学防抖镜头。 S10+6.4 寸采用屏内超声波指纹，6+128GB 6+256GB 8+512GB 1200万像素， F1.5 2.4 可变光圈主摄1600万像素，178度超广角光学防抖镜头，1300万像素长焦镜头。另外还爆料会有标配改版的 AKG 耳机、20万公里充电器等渲染图。之前爆出的渲染图， S10 加的正面采用双摄，采用 Infinity O 屏内挖孔方案，同时三款产品都将搭载骁龙855芯片。打开手机淘宝搜索中关村在线发红包领限时，红包福利领到的小伙伴记得使用哦。